厉害。所以今天获得这样人气偶像奖，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感谢 L 和小雪姐颁发给我这个奖项，然后还要感谢我的粉丝爱丽丝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我希望下一个十年可以和 L 一起加油，一起努力，一起创造一个新的奇迹。好，谢谢。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呢 Super L 也是我们的首期的封面，在获得这样的首期的封面的季刊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很意外，然后也非常的感谢，然后就是觉得接下来还要继续努力。哦，是的，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迪丽热巴哈不断的努力而且不断成长。刚才也看到我们这个易烊千玺，你看坐在下面，对吧，你虚长他几岁嘛，对不对，虚长他一点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因为他马上就要到十七岁了，有什么样建议给他的吗？十七岁，我记得我的十七岁还是在学舞蹈，然后我已经工作了，对，我的十七岁是正在工作，然后希望每一个人，每一个正在经历十七十八岁的少男少女们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青春，然后可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呦，太棒了，要不要给他一个加油？加油，都要加油，大家一起加油，大家一起加油。好的，那我们再次谢谢迪丽热巴，谢谢你，谢谢。